网上最近曝出了几张范冰冰外出的照片，一身时尚的装束，手推行李箱，这似乎是要出门游玩儿的节奏。照片中范冰冰下身穿了一条休闲短裙，露出了白皙的美腿，看起来少女为十足，上身则是一条鲜艳的休闲长袖，袖子也是被挽起来了半截，显得十分干练。不得不说范冰冰的皮肤是真的白，前段时间范冰冰也是陷入了一些舆论风波，也是让冰冰粉丝们担心不已。不过这次范冰冰终于是露面了，虽然是孤身一人，不过气色很好，神采奕奕的，这下也是让冰粉们松了一口气，看到偶像状态这么好，心里也是很开心的，纷纷表示就知道他没事。对于冰粉们来说，当然是希望范冰冰能够越来越好，他们也都是在心中期盼范冰冰能够身体健康继续美下去。这次看到范冰冰露面也是松了一口气啊，就知道她没事。范冰冰在娱乐圈也是属于一线女星，不管是颜值还是演技呢，也都是没有什么可质疑的。范冰冰也是凭自己的实力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她的人生也是充满了传奇色彩。